目前在做的补救教学，会分成几个部分。一个面向是使用我们所谓的学习辅助方案来执行，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它会针对所谓的会考待加强的学生来进行这样一个课程。不过，因为我们学校来讲，在花莲区是整个花莲县的学生都会到我们学校来就读，因此呢，会遇到像交通车，或者是住宿的问题，所以我们开班的人数大概都没有很多，但国英数一般讲大概是各两班左右。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补救教学这一块，那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以科主任或者是导师为主力下去鼓励学生来参加。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因为少子化原因，家长也需要。就希望小孩子可以念得比较好一点，所以只要导师愿意告诉家长这个讯息，其实符合条件的学生，大概就可以鼓励他们来。好，那因为还是需要家长的同意跟配合。那一个是配合所谓的原住民的岁时祭，因为有公文也来说，原住民参加岁时祭的话，就是他的丰年祭庆典的时候，如果有请假，那学校应该给他们一些补救的课程。那另外我们学校像很多运动团队舞蹈团队，他们出去比赛的期间也会请公假，那我们校长也只是说一定要进行这个补救的课程。那这个课程补救的话呢，会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的人员很多。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一方面来讲，当然就是以学生申请为主，还是要他自愿。那这个部分目前申请人数并不是非常高，可能就刚刚开始推动。那我这边可能将来就是要搭配所谓的摩课师的平台，来让老师把他上课时候录的教材或者上课的影像放上去，那么这样学生就可以利用回家时间来看，他缺课就可以看。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学生上课他听不懂，他就回去就可以直接来反复的看这个练习。好，那我想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老师上这个补救教学的这个时间。因为摩课师的平台其实现在非常多，那其实各大学也有，那是不是有可能就近媒合，像我们就是跟附近的大学就可以把我们课程挂在上面。因为老师们有一个顾虑，就是说他现在录的教材如果放在 YouTube 上是公开的，好，那他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些账号设定，那这个就到摩课师系统来支援嘛。好，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后续可以的话，利用跟现在大学来合作，来就算我们再开在上面，然后让我们学生也可以透过这个账号系统，那就看我们老师上课的内容。那其实这样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将来在补救上来讲，对老师的那种时间上的负担会减少很多。那另外学生来讲，他可以针对他不会的地方去看，他不用，我今天如果是一起上课，我是不是会要从头到尾就讲一遍？可是他可能只有某一小段不会，是这样对学生来讲，他也可以比较有效的去学习。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在跟老师安排面谈的时间，然后再面对面把问题解决。那这样的话，我想那个效率可以提升。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说如何增加效率。那增加效率之后，老师认为这是有效的，一个对学生有效的一个学习帮助的话，其实老师很愿意做。我们的补救教学这一块，它还有一个非常老师非常辛苦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教材。那其实在国中小的部分，其实师大已经研发出非常不错的教材，而且也用得非常好。那高中高职这块，尤其高职，因为科目实在太多了，然后版本也很多，所以老师们通常都是要自编教材。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目前来讲就是利用老师们共同准备的方式来做。因为教材的撰写，它必须，又满足我们当下学生的程度，
啊，这点才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教材上的安排，我们会给老师们比较大的弹性去编排。那另外这个成效的部分呢，我们老师就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用前后测，一个是用段考成绩。那我们并不会拘泥一定要某一个成绩才可以啊，这样老师们就会觉得说他上起课来比较没有压力。好，然后就是可以针对学生真正需要来做，所以在教材跟评量这两块呢，我觉得行政系统给老师最大的鼓励跟支持，然后不要一直限制他一定要用某一种方式的话，那其实老师在上课上来讲，他就可以针对他的学生来做调整。老师们讲就是补救教学，其实它是一个补强的动作，所以既然补强的话，我们就跟老师讲说，你想想看，如果说他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数学可能国中开始就不好了，那国中到现在已经经过三年了，说明我们这又经过一年四年的时间学不好，你不太可能在四个钟头把他教到会。那现在我们补救动作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关键点不会的时候，他会影响他现在接下来的学习，我们就针对这个来帮他做加强就可以了。好，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去做，因为一方面没有时间，然后再者能力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然后如果学生有兴趣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让他再往，因为现在网络教材也蛮多的，所以比如说他这个项目他是国中基础的，那我们老师就像我们的数学老师就会再回去看，像均一平他是开放的，那当他遇到这个演算能力不会的时候，好，那他有先备的演算能力，我们可能就请他先去看均一。好，那这样的话老师的负担才不会那么重啊，否则我们如果目标设定太高，那其实对老师来讲，他会觉得说我都达不到这个要求，然后学生也觉得说我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补下一个进度要上的一个先备知识，然后把它补起来，这样就比较好。我们会规划说一个学期会有三次的会议，那在学期初有一次，那学期中跟快学期末的时候会有一次，我们分三个阶段。那通常除了这个会议之外，这个会议的一开始会确定有哪些老师要上课，那我们会把申请的时数会先把它确定下来，那再考量老师们的需求。开会的时候呢，会请各科的主任以及教学研究会议主席一起参与，以及上个年度已经有执行这个计划的老师一起进来开会。那开会的时候，大家把需求以及规划先提出讨论之后，我们再聚焦每个老师的需求，然后再去做规划。那所以基本上除了每个学期中会有三次的会议之外，那我们在上个学期的时候会利用教学研究会议的时候去询问每个老师的需求。是，如果假设他这个科是比较多学生，比如说我们以科为单位，或是我们以科为单位的话，学生他们会由科主任去询问学生的上课的需求，那科主任就会去统计。那我们一个礼拜不能一个学生不能超过五节课，那科主任就会去统计这些的学生名单，那我们就会把它帮忙拆切开来说，一个礼拜可能英文一节，数学一节，那专业科目一节，这样子的规划就可以避免掉说学生他这个补助都落在同一个学生的情况的情况。那如果假设这个学生他是混班式的，那我们也会由教学组这边去跟班级那边调查说学生有没有上课的意愿，那我们看这个统计表回来之后，也就可以帮他们拆开来上课的时间。在这个计划里面，他有规范说一定要有家长同意书，那我们也是不断的请任课老师帮忙，然后呢跟上课的学生一定要拿取同意书，然后请家长签名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学期初的时候都会制作一个简单的资料夹，简单的资料夹。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总共有六个附件跟一个总表。那这个附件五呢，就是一个家长同意书。那老师们可以拿到电子档之后呢，回去自己修改成主要的上课时间跟地点，然后给家长签名确认。那我们当然也是就是遵守他那个同意书里面有些固定的文字是保留不变的，那其他的话就是老师们可以任意修改。那老师在得到这些自由度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是可以既遵守这个规定，但是又符合自己上课的宗旨，然后去执行。所以我们的报告书里面会有点名单啊，然后那个
教材啊，老师上完课的时候教材也可以放在我们这个资料本里面，就每次上课就汇集起来，那我们上完课结束之后它就全部都有了，这样子。